公主，以及先知，我知道。派出去八艘战舰，结果怎么样？只有一艘回来。生还者说，他们被诡异恐怖的魔法袭击，还看见一只庞大的赞达拉舰队。怎么可能？那一定是希瓦纳斯的诡计，那一定是。真的。 如果部落成功与赞达拉结盟，我们就没有办法阻止部落了。正义是值得捍卫的。国王的高贵取决于他内心的信念。勇士，准备好出发时来港口找我。嗯，杰，你还能航海吗？哼，当然没问题。派一艘第七军团的船舰护送珍娜。 想办法在库尔提拉斯设置营地，这计划绝对不能失败。还有，请好好照顾珍娜。遵命。现在不是做梦的时候。 宝贝女儿在等我，我当然会回来呀。该走了，珍娜。珍娜女士，我们到了。谢谢船长。 试试看吧。 站住！报上名字、目的。我是珍娜·普劳德摩尔，我想见海军总帅凯瑟琳·普劳德摩尔，我的母亲。我们会带你去见凯瑟琳大人。
提拉斯犯下的罪接受审判。如你所愿，让开！有危险的囚犯来了。看来这里的卫队依然训练有素，父亲一直都以他们为荣。现在我却成为囚犯。 该回家了，快点！我想我是咎由自取。别让老百姓靠近，拉起防线。是海洋之女，真娜女士，真的是真娜女士吗？她是回来杀光我们的凶手。 叛徒，我罪有应得。为了联盟，哦。 我漂泊的女儿回到她背叛的故乡了，为什么？我来请求库尔提拉斯出兵，成为联盟的战力。你说联盟？哼！当年有难的时候，他们辜负了这里的人民，害我们的丈夫、儿子还兄弟全都死在塞拉摩。那不是联盟的错，是我的决定。 哦，你承认了，你承认你自己就是那个害我们失去亲人的凶手。是我，但是我会尽自己所有的力量，设法补偿库尔提拉斯。凯瑟琳，法律很清楚，背叛国家的下场，只有死。 你准备接受国家对你的判决吗？我接受你的判决，母亲。我没有你这种女儿，你来处理，她跟我没关系。 怎么了？再见了。听好，计划是这样：打我 ！No！ 你真野蛮！守卫！守卫！救命！发生什么事？ 需要目标，快去拉把手！快加油，给他们好看！这是什么？东西拿好，我们要去找这一区的狱卒了，我们需要他的钥匙。
钥匙坏了，刚刚的爆炸，这到底是什么火药啊？哎，你也过来拿一点。对了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两件。啊，太好了，还真是不能没有这些东西。走吧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也许我们可以把锁炸了，把火药撒上去看看。好，来点火花。你还是别站这么近比较好。这东西真是威力十足，我们到下层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出口。目标。哦，闻起来有一股海盗味。有东西碰到我的腿了，等等，那是我的另一条腿，没事了。真的该走了，该出发了，接应的人应该在海滩上等了。弗林，快点过来，那里发生什么事了？看来是你引发了混乱。不知道你在胡说些什么。对了，我们好像拿到真正的艾虚凡相关情报了，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新火药。我就出目标了，我来介绍你们认识。坏朋友泰利亚，泰利亚坏朋友。等等，我认得你，你跟珍娜普劳德摩尔一起来的，你是联盟特使。联盟特使？塞勒斯可没提到这件事，我应该跟他多收一倍的。他肯付你钱就该偷笑了，快点专心滑。波拉勒斯港，我们到了。除了普劳德摩尔城堡，这是全城戒备最森严的地方，同时也是外来者唯一能拜访的地方。看来又有艘联盟的船入港停泊了，希望他们没有受到跟珍娜一样的待客之道。谢谢你送我，小泰，我会去跟那个老家伙回报。
我训练了一辈子，就是为了现在。别担心越狱的事了，在市场你就只是个旅人，我来帮你适应环境吧。 会计室无论早晚都警备森严，你可以把贵重物品放在这里。你需要什么吗？再见喽。 小宝贝，你整天窝在这里，一定觉得很烦吧？我知道你的感受，再等一下就可以飞了。很漂亮吗？塞勒斯把它给我的时候，它还只是个小宝宝。我一直想冒险。再见，你很快就会开始习惯了。我们先去找塞勒斯吧。
港口统领办公室，往这边走过去就到了。等等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还不快退下！你们不知道这位是谁吗？可是艾虚凡女士下令。艾虚凡女士，你是为她做事的吗？你们盾牌上面的徽章是她的吗？不是，长官。对，你们听命于库尔提拉斯，盾牌上是普劳德摩尔的徽章，我说了算。现在给我退下，让他们通过，我会在办公室跟他们会谈。是的，长官，让他们通过。格雷麦恩国王，很荣幸见到你。我已经下令，你们可以任意在港口停留。泰利亚，为他们说明一下详细情况吧。是的，长官。情况如何？心怀荣耀作战。我这身老骨头渴望战斗。凯瑟琳·普劳德摩尔拒绝了我们，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当成叛徒。你为什么愿意帮助我们？你们愿意听我这名老骑士说个故事吗？许多年前，我参加过某场战争，是第二次兽人战争吧？我老是分不清楚。有艘巨魔的重型船舰攻击我们的运输船，炮弹破片划破甲板，刺进我一个朋友的体内。以他的伤势，应该要退伍归乡的，但是他很顽固，坚持打胜仗之前绝不回去。他自己包扎了一下，跟治疗人员说他没事。几天后，他在半夜尖叫着醒来，浑身都被汗水浸湿，严重的感染深入他的五脏六腑，他最后没能看见隔日的太阳。那时候要救他，为时已晚。第三次兽人战争为库尔提拉斯带来的创伤还在，这点凯瑟琳·普劳德摩尔的感受最深。但是他的方向错了，他的顾问蒙蔽了他，让他看不出来弊病已经遍及全国各地。我深爱的这片土地正在分崩离析，所以我才会寻求你们的协助。正如联盟需要库尔提拉斯一样，我们也非常需要你们。我明白了，我们必须让凯瑟琳·普劳德摩尔看见我付出惨痛代价才学会的事。团结才有力量。你好。保持航向。有屁快放，保持警戒，荣耀指引你。我叫孝尔，马迪亚斯·孝尔。你好。千万别让目标离开视线。
你好，一路平安。长官，战况报告准备好了。好，英雄，让泰利亚快速跟你说一下。有什么事吗？我们一定可以。库尔提拉斯有几个大家族，原本都对戴琳普劳德摩尔效忠，但是自从戴琳在塞拉摩失利之后，情况就变了。之后，海军总帅凯瑟琳·普劳德摩尔接下带领的位置，负责指挥海军捍卫队。虽然我们尽力维持秩序，库尔廷拉斯的犯罪率还是不断提高，行政机关腐败，还有海盗作乱，人民开始对普劳德摩尔海军腐蚀具信心。西边的佐斯瓦地区山势连绵，矿产富饶，国家的矿产资源还有许多精悍的战士都来自那里。威奎斯特家族数百年来都对普劳德摩尔忠心耿耿，只是最近他们不再出席会议，也开始出现奇怪的谣言。北方是斯陀宋恩谷地，这个家族的浪潮贤者负责打造我们的舰队，并且负责对船施予祝福。可是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舰队的消息了，浪潮贤者纷纷隐居，似乎不想帮我们寻找失踪的舰队。必须让各大家族在普劳德摩尔麾下重新团结，一定要找回失踪的舰队，否则我们还没参战就会溃散瓦解。终于要动手了吗？下次见面跟我说故事吧。